人家要排队，你要排队。他溜完了，换弟弟，快点，上面没有人了。你要排队。没有人啊，赶快上来呀、啊。对啊，现在他溜完了，该你啦。上面没人啦、啊，你等一下，你再不溜，等一下又有人来喽。你看他要过来喽。你看看，他速度很快哦。好，你看他，他溜得比你快啊。你溜完就换弟弟啦，赶快去吧。他跟你一样也在溜车车啊，弟弟去溜叔叔吧。那、啊、该你了，快点去。哇，弟弟叔怎么溜下去了？